3月13日上午，时尚官微发文称，总裁苏芒即将从时尚传媒集团辞职。官微表示，近日时尚集团总裁苏芒女士因个人原因向董事长刘江先生提出辞呈，希望即日起不再担任时尚集团各项职务。考虑到苏芒在集团成长与发展阶段做出的贡献，刘江董事长再三挽留，苏芒的离职日期确定为2018年5月8日。集团对苏芒多年的贡献表示诚挚感谢，聘请其出任时尚集团顾问，同时祝福苏芒家人早日康复，并祝愿他未来有新的发展。据悉，苏芒1971年10月出生，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，任时尚集团总裁、时尚芭莎总编辑。从时尚传媒集团的官微发文来看，此次辞职与家人身体健康有关。时尚集团晒出有关苏芒本人亲笔签名的辞职信，苏芒在信中表示：“24年，感恩刘总的培养、信任和给予我的机会、空间，让我成长。”感谢时尚所有的同事们共同奋斗的经历，时尚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，在我心里时尚就是我的家。我非常的不舍，但亲人的病危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我给家庭的太少了，一旦失去是无可挽回的。我想请您和大家原谅我离开，专心照顾家人，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的热爱时尚。对此网友纷纷表示，什么情况，我的天啊。时尚传媒官微留言表示，祝福苏芒家人安康，我们一起努力让时尚更美好。